第三题一到十五题没有什么意义。第三题说，原子的体积很小，为了方便计算，科学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粒子数单位，此单位为何？化学家计算数目的单位是摩，摩是一个技术的单位，因此第三题问我们说此单位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的是摩尔。